玲玲、笑笑、月月、哼哼。林克家族守护精灵，最安全的蚊帐。有蚊子，没法睡觉了，好讨厌啊！我们可以用胶带和床单做一个最安全的蚊帐。对呀，这样就没有蚊子打扰我们了。这个发明真是太棒了。好困呀，睡觉了。讲睡前故事太简单了。夏夏、月月，你们为什么不想讲故事了？我们已经连续五天讲蛋糕的故事了。玲玲，你能不能换一本故事书啊？不要，人家就爱听蛋糕的故事。蛋糕的故事。从前，外卖送来要很久哎，人家要饿死啦！你们太懒了，我来做饭铃。太好了！可以吃饭啦！
外卖送到了。这么多吃的，人家也吃外卖吧。你们，